这里以两个多媒体来呈现台湾的空间，将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景及气候形态等收揽其中。造山实验室以轮播台湾山脉河流空拍影像，呈现台湾景观的多样性。地理台湾则将台湾以互动多媒体的方式完整呈现宝岛台湾的多元面貌。台湾岛位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处，因此有较为频繁的板块运动与断层作用，也是地球上绵延最长的火山岛链东亚岛孤的一员。这片因造山运动隆起的土地，经过风雨、河海、冰川等洗礼、风化与侵蚀、搬运与堆积的作用下，呈现出各式地形与地貌，就像一座天然的造山实验室，不但形成多样的自然环境，也孕育出缤纷的生命。